电影平镇社区，因为反映二二八事件台湾历史争议，1989年9月15日得到伊塔利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狮奖，这是头一支世界级三大影展得到首奖的台湾电影，是台湾之光。第二七届奥运2000年9月15日在澳洲雪梨举行，这是第二摆由澳洲举办，也是南半球所举办的第二摆奥运。雷曼兄弟控股公司，较早是美国国库最管主要的交易商，是第四大投资银行。想要到2008年9月15日，受到手机房贷风暴的影响，各界拢放弃收购谈判了后，宣布申请破产保护，负债有6000亿美金，这是全球金融危机失控的标志。